好多菠萝耶。大一点的菠萝。大点的。今天都就那样，我看随便捡两个那个大点的。再见。太懂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翔。今天我用50块钱买了两个菠萝，一个5块钱。我爸妈感觉贵不贵呢？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。其实昨天晚上，我爸爸等我睡觉的时候，跟妈妈在厨房偷吃了一个百香果冰糕，所以爸爸我把爸爸给逮着了。逮到了。我们今天就要去，爸爸说还我几个冰糕，走去批发厂批发一点回来吧。去买几个酸奶的，好，再买几个小白的，再买几个百香果的，上车，上车了没有？多吗？我们到家喽！你看，这是我们买的冰糕跟菠萝。我们先废话不多说，尝尝我们的主题冰糕吧。小伙伴们，猜猜这么多冰糕都要几块钱呢？买多少根？你数一下多少根？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、8根、9根、10根、11根、12根、13根、14根、15根、16根、16根，带上全是奶。想试一下，看哪根更好吃吧。这三种，当然这是百香果味的杯哦。酸酸的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很美味，好冰哦！太冰了。这是妈妈带的小白，化了，快来！小白冰块快化了。这个小白超好吃。这是我最喜欢的老冰棍，老冰棍是个牛奶的。我喜欢酸的，我喜欢奶的，我喜欢奶的。耶，干冰棍，干冰棍。呀，我发现这个不好吃，再装进去，再挑一个，再挑，我给它绑住，放到冰箱，再挑一个。我要吃小白，百香果买的太多了，我又换了一个小白吃，你看。这是小白，外面是一层巧克力，你看很浓郁的巧克力，还有一些坚果，里面就是香甜的奶味冰糕。小白，雪糕里的奶中之王，天花板。那我们要给小乌龟喂食，非常搞笑。以后每天喂乌龟的工作就交给我吧，我看一下乌龟是不是食料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来，小玩具哦，妈妈。完美。哇，你这个摆的真好看啊。这是我妈妈给我摆的，我本来不是这么买的。妈妈，爸爸，我跟爸爸给你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壳哦，你看，那待会儿我给你换一个，因为你的手机壳已经旧了。谢谢，一会儿给我换啊，把我的手机打扮漂漂亮亮的。哈，是吧。你看，有两个快递是妈妈的手机壳，因为你看妈妈的手机已经又脏又旧了，所以我跟爸爸买了两个手机壳，看哪个更好看。白白的，当当当，你看有三个手机壳，一个黄色是我爸爸的，因为我爸爸喜欢黄不拉几。第二个是我妈妈，是紫色的。第三个是也是我妈妈，是个宝石珍珠亮片的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感觉喜欢这个。给它换上试一下。好。哇，我才发现，你看妈妈的手机膜也坏了。我们顺便给它换一下吧。好。我的天哪！全碎了。
我的爸爸一年用一张膜，我妈一年用十张膜。对呀，妈妈可费膜嘞。对，现在我可是贴膜神功，刷刷刷。完美，来吧，换新衣服。完美。还有一个也试一下吧。好啊。咦，你们感觉哪个好看呢？走，我妈妈选一下。这是谁的新手机壳？哇，好漂亮呀！你感觉哪个好看呀？我喜欢这个。你就换上这个吧。好，走。你看。妈妈说更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这个，小伙伴们感觉喜欢哪一个呢？下期见，啾啾。